这个念祖在做大春这个剧本的戏是不能催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催了也没有用。对，他早上六点钟，每天早上六点钟，老师就来一个简讯，我就只好说，老师死了。无所谓，我每天就是固定去打招呼，就是跟这个伺候爹娘一样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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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没有到那个程度。爹娘现在就是早上问个安，晚上问个安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一次就是我跟三个人约好说，想说让大春老师可以词的速度可以稍微快一点，结果那一天晚上我们就在旁边，我跟华健老师在旁边看大春老师射飞镖，射了一个晚上。陪他射飞镖？我们不会射，我们在旁边想说他应该射完这盘就回来了吧。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时希望说哪里加快一点呢？是，我是。五米吹，你知道？对，你巧妇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没歌词给我，我怎么写呢？这样子，他说聊聊聊，我有个助理跟我一起去了，整个晚上没有两个小时。后来我助理变成会飞镖了，而且射得不错。他一路带着他，我教你，就变成我们两个在聊天。对，我们两个聊，然后看他们到底什么时候会比完。我那个助理后来连算分数也会，什么都会。就是一个顽童嘛。不，当天晚上讲好的。就是要开会，对不对？对，讲好要开会啊，是飞镖完了以后再开会。不，飞镖完了就是飞镖，开会的开会，射飞镖的射飞镖，跟我没有关系。